网友不怕武的，就怕文的。大宝五岁了，婆家所有人不停地催我生二胎。有次休假去婆家住了一晚，第二天早带老公吃完去了里屋，婆婆就开始说，抓着时机给我说再生一个。我说再生谁给照顾？他说你自己呀。我说工作怎么办？他说养大点了，再出去工作也可以呀。我说大宝就是我爸妈让我安心工作帮忙带了三年，这下逼我生二宝还要我放弃工作。他说女人就是要多生孩子的。我说你们那么想要孩子，那请自己生一个哈，不要一天指望人家的肚子，生下来你也不带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谁知我老公全都偷听到了，进来说妈，我们生不生跟任何人都没关系，如果后面有了也好，没有也没关系，我们这一个宝贝已经很幸福了，以后不要再提生娃的事儿哈。婆婆听得气得一句话不说，